狂风袭来，卷起地面沙尘，滚滚风沙宛如沙尘暴。放眼望去，马路能见度大约只有一二十公尺。眼前所及，一片灰蒙蒙，民众惊呼：这根本是滚滚沙河。空气品质 AQI 值达到一九九，红色警戒。云林二轮轮被一带，东北季风掀起风吹沙。民众说，初二、初三最为严重，家中车子、窗户四处都是落尘。初五一大早就忙着打扫。 弄起来就这样了。哦，就高呢。车门缝隙厚厚一层沙，再往屋内走，客厅、电视、柜子也都是黄沙，实在困扰。现在这也无贵，让我不刷，不然要开始做完贵啊。他们讲话要不要来，对嘛拢不贵，我不刷嘛是拢个贵啊。根据环保局检测，受到东北季风强劲影响，浊水溪沿岸强风卷起沙石，包括二轮轮被一带最为严重。目前通知沿线沙石场物料加盖，另外也派车周边洒水洗街，希望能将伤害降到最低。记者廖文斌、杨胜宏、彭欣，云林报道。我是刘家，我喜欢与您分享地球大小事，最新时事国际脉动、财经动态，还有气象资讯。 最接地气的新闻台，让你重要消息不漏接。聊天的话题也不脱钩。当然，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的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